我活在了这个影像中。这部戏在广东拍，你肯定要快速的跟当地接轨，去说话，看他的生活习性。你们没事出来看我们拍戏。人物变化很大，他想象的表演空间就非常大。高启强进了金海市政协，那我就加了一个小细节。当我鼓掌的时候，这云念的特别明显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有些着装是不合时宜。这个亲情就是，你是我的命根，就我很珍惜，我很珍惜。你救我弟，是不是？人的选择就有分对和错吧，一错，再错，再错，再错。